这是，大阪的一户建，大阪的一户建，这里装了一个玻璃，玻璃，这个是它的洗面台，浴室，还有洗衣机的，放洗衣机的地方。这里有个换气扇，看它的，这里是有一个厕所，厕所。这是客厅，客厅和厨房，厨房。这上面是两个房间。